推動印太區域以至全球經濟合作，同埋強化以法治為基礎嘅經濟秩序。聲明又話，美日喺共同目標上面團結一致，維持同強化對區域嘅承諾，堅決反對中國改變南海同東海現狀嘅企圖，並強調台海和平穩定同埋和平解決兩岸問題嘅重要性。另外，拜登重申美日安保協約適用於釣魚島，美國將會堅定不移，致力利用全方位能力保衛日本。當前提到，日本有意加強防衛能力，包括先發制人嘅打擊能力。而除了中國相關的議題，兩個人在會上面也都商討了烏克蘭局勢、新冠疫情等重大國際議題。中國駐日大使館批評美日領導人惡意操縱涉華議題，對中國無端抹黑，初步干涉中國內政，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，中方已經提出嚴正交涉。無線電視記者曾偉俊報導。以沙特阿拉伯為首的聯軍空襲也門北部一座監獄，最少70死，過百人受傷。而報復組建胡塞武裝組織襲擊亞聯酋，造成3人死亡的事件，聯合國譴責針對平民的襲擊，呼籲各方避免令到戰鬥加劇。位於也門北部沙特市的監獄遇襲之後被徹底摧毀，當地用大型機器協助清理瓦礫。控制監獄的胡塞武裝組織話，以沙特阿拉伯為首的多國聯軍星期清晨兩日進行3次空襲，造成死傷，形容是一場非常可怕的大災難，因為當地醫院可能應付大量傷者。以沙特阿拉伯為首的聯軍發動今次空襲，在報復胡塞武裝星期一以無人機和飛彈攻擊亞聯酋首都阿布扎比，造成3個人死亡，說監獄是屬於胡塞武裝的勢力據點。哇！一四，冇計冇計，二五噶，系啊，十六不打。我應該等字幕，一四噶，七八九三，叫三飛。哇！咁都摸到，冇辦法啦。一張洞，打完三隻洞，仲有一隻冇翻嘅。冇計，佢已經嗰下，你咩啊？我要七叫三飛，佢唔打嘅話就我字幕。嚇？就咩？可能我攞咗咧。呢只啊？可能我攞咗咧。中國只係咯。容易叫的三飛，我仲要摸到一四，係咯，一四七八九喎。誒，到翻幾多？四十，四十。開波咧冇頭冇冇嗰啲。一丁咯，一丁五十花邊個扎？兩佢兩個。兩個花。兩個啊。五啊二，五啊二五啊七要得，呢度廿。如果呢個都係二，如果呢個都係二八集，冇啊！你二五九，呢度廿一加十一，呢度幾多？你嗰度加曬。加齊八七八九，八九，仲要攞翻壞人啲錢，八九，叫八仔玩咁樣，咁，即係你打曬三隻咧，我先攞嘢。哇！我超多，我如果你再打埋東咧，我就氣會打翻字啊！中福啊！一四九，我七八九太易叫啦。係啊，三隻。有冇變咗東就唔叫啦？誒，都二。案情話，各被告2019年8月11日喺尖沙咀市呢度同堪富利士道之間嘅彌敦道同其他人參與暴動，丁鳥襲擊咗控制入口、地庫等等，10人否認控罪。有被告話喺警方警告之後冇時間離開現場而被告。法官話講法唔能夠成立，襲擊人士若果唔想被認為係暴動參與者，會盡快離開現場。當時被告嘅同被警員截停嘅時間同位置，合理推論被告牽涉參與暴動。本身啲壞人，作為一脱罪嘅被告，法官話從涉案片段睇到，唔係係壞人啊，見到啊。能夠通過而佢離開，被告提高雙手唔等於曾經參與暴動。法官認為檢控當時唔可靠。港鐵油塘站有月台幕雲設備一度故障，消息話有月台幕雲電線曾經着火，高唐線同將軍澳線列車服務一度受到影響，而家逐步回復正常。事發之後，港鐵油塘消防員進入油塘站，觀塘線往黃埔方向嘅路軌檢查，嘅啱曬。有工作人員向電線噴灑噴霧，行下先。喂，睇睇先，你睇先。係咪真係啊？初步調查懷疑唔係。是咪？喂，我差啲反曬牌抌埋出嚟噶啦！睇下先 ，OK。個手震。係啊。有咩大牌？又係。
好笑。喂，呢度賺一蚊，賺一蚊，賺一蚊，賺一蚊。我喺啲手震啊！賺一蚊，賺一蚊。五百都中啦吧？新加坡金。二五八一五八三。二五八一五八一六九。我去咯。我啲好細嘅，叫呢啲咩三？加中貨。誒，割半。仲要割半。十蚊啱啊！